会不会也是，就是说你就有一个小哦，就是这样的，不用。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？这个是重点，这样动的。背脊做，再来，我往后再也会这样，或者是这样。但是为什么不能想到？就是因为如果你这样解决的话，你没有一个事实到他的怎么样，那个怎么样，会太难选。但是就是你刚才那样吧，你这样的话不能再一秒钟。但是你做这个目的是为了去把对手挤开还是？如果要站在那里，好，就是，因为如果你这，如果我刚才说你的角度，你可能从一个慢慢拉，我知道，比如说你就这个是只要传在你那，你不能离开。那你只能这样转，对，就很单一。这样转，这样球也很快，但是如果你这样转，两边都哦，我明白。对，你是又一波的进攻可能性。哦，说还有一个为什么你两边都可以飞？一般人呢，相信都可以。如果是十万年，你这样是比较容易过这样，对不对？所以一般人他们一进去，哦，没办法，然后你们两个人都可以，对啊，在，啊，用我这个话，在前面退去，这边是现在可以再多。就如果我转的时候，绝对没有问题。一定可以，是吗？没有事，没有事。